你叫什么名字？什么？你的名字是吴有贞还是李恩秀？老公，我恢复记忆了。什么？俊熙是你儿子吗？真的是你儿子？到底是谁的小孩？你好，我叫罗俊熙。你好啊。你是谁？我想起来了，敢再折磨我身边的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六年前开车撞恩秀的家伙罗振就是你吧？你的女人，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综合台。